好啦，第四節嘅星期得道，咁啊第三節唔記得叫大家撳 like， 第四節要補翻啦嚇，大家聽到呢個第四節咧就撳翻一二三節嘅 like 嚇。係有少少補充台務啊，因為收到近來有網友查詢問可唔可以捐錢俾我哋，咁嗱我哋呢個都要講清楚，係我哋其實係唔接受捐款嘅。是因為即係好多法律上問題啦，因為我哋都唔係個慈善機構，就算你想即係想我哋去做行善也好，就麻煩你哋唔好捐錢俾我哋啦，係啦，我哋係唔收嘅而家。唔係，如果你話要捐咧，冇問題。到時我哋譬如揾個機構，譬如對口單位係大快活啊，或者七五九或者其他嗰啲餐廳，即係例如我哋諗住開嗰張支票俾佢咯。即係例如我諗住派米。但係啦，如果你想幫我哋找部分嗰條數嘅，即係我哋買米翻嚟去派，或者買多份啊，譬如你可能捐500蚊、1000蚊，咁你嗰份我哋加埋落去就得。係啊，最多係咁。係啦，我哋就因為我哋搞唔掂㗎，我哋因為我哋如果我哋真係要收你錢而又要拎去做咧，我哋一定就要同你清清楚楚交代我哋嗰盤數，拎咗幾多部分，或者拎即係一定要全部做足曬。咁我哋呢刻係完全唔打算咁做嘅，所以咧就麻煩你哋唔好意思啦。不要捐款給我們。是的，我們是香港唯一呢就不收捐款、不收貨金、也都不收錢的非牟利的網台來的，因為全部都是牟利的。不應該這樣說，我澄清，即是你想捐錢給我們去做慈善呢，我們是不收 的。你想捐錢給我們呢，我哋可以考慮收，不過暫時我哋都唔收啦，呢個講笑啫。即係但係我哋頭先講得好清楚，就係捐你要捐錢俾我哋去搞慈善，我哋係冇呢個license去做啊。而家我哋做唔到啊，亦都我哋唔想咁做啊。係啊，咁啊，大家咧有即係其實咧，我哋係想做乜嘢咧？我哋係一個帶頭作用，我哋咧自己做啲善事，希望你又做啲。不過你唔係經過我做咧，自己直接做，或者我哋一齊去做。我哋研究下嗰個方式，仲有冇辦法可以？其實即係擴大啲，其實係好嘅。因為講真的，你靠我哋嗰少少做得幾多啊？大家都知啊。我哋係想做一個拋磚引玉，意思係我哋帶頭捐啲錢，就出去做啲善事。咁變咗咧，如果集腋成裘，個個都捐咁好事，但我哋唔希望我哋包攬嚟做，即係某啲台叫做行公義好憐憫。不過意思係你俾錢佢去行公義好憐憫，你就負責俾錢。咁我哋唔做呢啲嘅，我哋希望咧係大家，譬如話你話真係要捐錢好，哦，你譬如話可能有10個網友，每人都可能選捐500蚊，咁又多5000蚊啦。咁可能有50個網友，每人多500蚊，咪有25000蚊咯。咁加埋我哋嘅錢，可能有成幾萬蚊攞出去做善事。咁我哋係可以一齊做。我哋可以約埋一齊做。我哋約埋一齊去做。但係就唔係我哋收你嘅捐款。係啦，跟住我哋去做。冇錯，我哋係即係因為避免好多利益衝突同瓜田李下啦。老實講啦，有好多人借住依樣嘢去牟利，我哋係唔希望，亦都唔希望有人可以即係類似可能仿效咗我哋啊！我哋學人哋做善事，不過咧就吸咗你哋捐款出去，自己落自己中飽私囊。咁我哋唔希望會發生啲事。亦都唔希望有去模仿，係嘛？如果你要做咧，冇問題，大家一齊做。你捐咁多，我捐咁多，冇問題。又或者咧，我哋捐多啲，你捐少啲都得。大家係一齊做嘅，全部都係陽光底下嘅，係嘛？丟白講得啦，等你講下呢件事，其實好似冇問過你意見佢。唔係呢個唔緊要嘅，最緊要就係啲數清楚呢個世界嚇，因為最驚就係啲數唔清唔楚。唔係，如果所以我就係話，如果我哋收咧，就好麻煩嘅。係啊，咁啊，我哋唔收嘅咧，因為我哋都最怕麻煩，寧願我哋跌錢了事，就唔想麻煩。係寧願跌錢。真係啊，跌錢好過麻煩㗎嚇。嗱，咁啊，第四節翻嚟咧，要講一個比較嚴肅啲嘅話題啊，因為咧，事隔幾多年啊？70多年係嘛？有啦。有啊。我哋咧四幾年而家2018年。你定計四五啊？即係計開戰定係？三七啦，79年㗎啦。而家2018年啊嘛，係嘛？咁咧唔係79年啊，過80年啊，83、80年，三七喎，三七啊嘛，今年係2018啦嘛，係啊，19年啦，爭19年2018年啦，係嘛？81年咯，81年，因為點樣記得咧？老董過80歲生日啊嘛，哦係喎，依個老而不啦，嚇你只要記住老董你就記得噶啦。哇！依個真係禍國殃民，依一出世啊，真係即係依個遭逢巨劫啊！依個國家就係依個咁嘅湯煮燉喺度啊！嗱，咁我哋講翻咧，有一句構思，其實當時咧1937年就未有依個構思嘅，好似去到1940年先有依個構思嘅，就係叫大東亞共榮圈，係嘛？
咁啊咧，當時咧就係話咧，日本唔係嚟侵略中國嘅，係要嚟協助中國咧擺脱嗰啲叫帝國主義嘅侵略。唔止中國嘅，係全個亞洲。冇錯啦，所以咧叫大東亞共榮圈，共同共榮，係咪？係大家建設一個咧民主嘅社會，係。唔會俾嗰啲叫做咧帝國主義嚟剝削同埋侵略，係嘛？咁啊，希望咧各民族咧都可以叫自決啦，係嘛？類似嗰只嗰類似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字眼啦嚇。又自決？係啊，咁啊而家咧呢個幾十年前嘅説話，嚇、幾十年前嘅口號咧，突然間咧重提啦喎嚇。咁啊跟住咧。呢個叫做日本的國旗咧，就喺天安門廣場咧就掛起，中日咧就親善，係嘛？咁以前咧，大家即係尤其是依幾年咧，係中國係基本上係一窩蜂咁去拍嗰啲叫做抗日嘅電視劇、神劇，就算唔神劇都好，都係電視劇，係有啲比較平實啲嘅，即係咧嗰啲共產黨會打輸嘅，會死嘅，係嘛？會日軍好強嘅都有嘅，而家慢慢比較貼近現實㗎啦。我最近睇咗一套叫做《戰長沙》，就係講長沙被圍啊，圍咗幾年。咁呢套咧係我唯一一套見到嗰啲抗日劇咧係冇共產黨出現，成套劇冇共產黨，好難得，淨係講國民黨點樣喺長沙被圍，跟住點樣打仗好辛苦，今日到長沙淪陷之後又抗戰勝利。但係裡面咧，我真係睇咗咁多集，當然可能有幾集可能冇睇到啦，或者遲咗起身或者點啦。係完全咧冇共產黨出現過，係唯一嘅，我覺得呢套係嗰個叫做霍建華做主角嘅，嚇做嗰、那個嗰、那個寫唔起個名啦，係啦，總之係霍建華做主角嘅。咁你諗下啦，大陸係一窩蜂咁拍呢啲咁嘅抗日電視劇，因為國內嘅題材好多唔俾播嘛。係嗱，唔可以有壞人咧。啊！警匪咧，最終咧，賊一定要俾人哋繩之於法啦，唔可以有鬼怪啦，係嘛？咁啊，牽涉到啲敏感啲議題又唔准拍啦。嗰陣時拍嗰套《走向共和》，哦，原來又係禁片，係嘛？因為同袁世凱翻咗案啊嘛。係啊，咁好多時候咧，喺大陸嘅創作咧，冇辦法啦，唯有咧拍抗日片啦。抗日片嘅主流，同埋咧，亦都唔會踩界，實過到。咁如果而家嗰個風向咁樣吹發，即係可能抗日戲都唔拍得啦。唔準噶啦，出事噶。以後我估會抽起曬抗日劇唔俾播噶啦。係。因為你而家仲抗咩？即係而家嗱，講即係今次係日本首相啊，安倍晋三啊，就訪華三天。咁咧之後咧，就忽然間好似同嚇我哋領導人撻著咗喎。哦。係嘛？打車輪添喎，即係忽然間又 friend 翻喎。原因有個問題，因為咧，我哋嘅主席俾人飛咗嘛，俾個 Donald Trump 始亂中棄。其實我真係咁睇。好明顯啦，你俾人飛咗啦，始亂中棄，咁唯有攬翻第二個係嘛，唯有攬翻第二條水喉，或者唔好話水喉啦，係嘛？啱啱俾條仔撇咗，即刻要攬翻件。唔係，但係夾蘿蔔頭都好啊。正經啲講咧，其實就係。他根本咧就係要聯乜制乜，又係呢一招。之前試過聯歐洲，但係唔得啦。咁而家又咪試日本咯。而家其實係冇，基本上而家係一個盟友都冇禁制噶嘛。有啊，你真係嗱，依個我覺得咧，你唔啱啦。依個咧絕對唔係百分之百事實，即係冇乜盟友係冇乜，但係唔係冇嘅。起碼咧，我哋有北韓咧，古巴咧。巴基斯坦咧，北韓都有問題嘅喎。而家唔係你唔可以講得咁深入啊！你明唔明啊？我哋講呢個基本先，起碼咧開 party 請食飯佢要到，或者起碼叫盟友先啦。喂，而家好多係你請人哋都唔到嘛。唔係我即係我係嘛 ？Qualify 翻我頭先講嗰句咧，其實即係一個比較強經濟上強啲實力嘅國家嘅盟友都冇。哦，咁啊係，即係係啦。講軍事力量，北韓都好強，人哋有核武啊嘛。登陸太陽添，係咪？佢話只要你喺東喺入黑嗰陣時登陸，咪冇咁熱啦。係啦，呢個應該係假新聞嚟真。係呢個假新聞嚟，呢個係因為佢唔會咁樣講嘅嚇。嗱，唔係喎，呢節我哋有好重要嘅任務喎，差太遠啦。我哋好似想幫啲歷史人物平反係嘛？未到，講呢單嘢先。繼續講先。嗱，因為咧而家咧，首先掛起日中親善大旗。係嘛？咁啊喺天安門毛澤東像面前咧嚇，嗰啲華表啊掛曬呢個日本旗，
咁啊，而家呢個高藥期咧，其實已經好好嘅，好温和嘅。佢唔係掛嗰只軍旗啊，太陽太陽旗係嘛？紅太陽啊，大日本帝國。其實嗰個都啱嗰個，因為咧，我哋嚴查翻嘅歷史啊，呢個日本嘅大日本皇軍同埋呢個中國嘅八路軍咧，基本上係兄弟軍嚟。係點解咧？絕對是親生兄弟，是不同老豆、不同老母的親生兄弟。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呢，八路軍和他的 分支叫新四軍，基本上他們是和大日本皇軍的合拍程度是絕對遠高於這個國軍的，是不是？因為他們和國軍很合拍，就是他們去拍這個國軍拍扁他，那不是拍扁那麼簡單的了，就是他們呢，他們的行動基本上跟皇軍比較一致的，都是主要去追擊國軍，是吧？大家共同敵人就是國軍，而國軍主力是打日軍多一點，當然是遇到這個叫新四軍的騷擾，不斷騷擾才一路之下就消滅了整個新四軍。咁我們其實節目我們歷史講過很多次，咁你變了你，我們看到這個叫做當年的中國的共產黨的軍隊咧，八路軍咧係比較咧同呢個叫做大日本皇軍咧係比較友好嘅，係嘛？甚至乎佢哋先至係自己人。咁啊，所以咧老毛啊係接當時係好似六十年代嗰個叫做係咪田中角榮啊？七十年代哦，田中角榮訪華嗰陣時咧就話：，唉，我哋對你唔住啊，我哋侵略你啊。咁佢話冇。冇對我哋唔住，如果唔係你大本皇軍啊，即係叫做侵略我哋國家咧，我哋國家嘅人民就唔會醒覺，就唔會起來推翻呢個老蔣蔣介石政權，我哋共產黨就唔會上台啦咁樣嚇。所以咧，佢哋係感謝大日本皇軍嘅啊。咁毛澤東咧，基本上大日本皇軍係對於毛澤東同埋呢個共產黨政權咧，係可以話恩同再造，係嘛？基本上係佢嘅再生父母，即係沒有大日本皇軍就沒有共產黨。係嘛？咁大家歌仔就唱啦，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前進國，沒有共產黨之前啊，要加個沒有大日本皇軍，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係嘛？應該就俾國民黨剿曬。係啦，因為好似你按個歷史個發展嚟講，咁呢個一定係㗎啦。喂，老母啊！因為當時如果唔係日本打過嚟嘅話，基本上蔣介石嘅首要策略就係消滅共產黨，消滅咗共產黨先啊嘛，係啊。所以佢基本上先安內，然後攘外。其實蔣介石冇錯，只係當時唔夠快手啫。因為咧，老毛去到延安都得幾千人啫嘛，死剩幾千人啫嘛。你同嗰個邊個會師嗰陣時係嘛？張國同啊，同張國同會師得翻幾多人啊？每邊都得翻幾千人。係啊，加埋唔夠2萬，都係萬松啲就好似你諗下，萬松啲而家壯大到咁大係嘛？仲有另外一個同。呢、這個八路軍同大日本皇軍係一個親密嘅戰友咧，仲有一個就係四五年之後日本投降，有大量嘅呢個叫做日軍留喺中國，而冇翻日本嘅，就幫手打啦。而佢哋咧超過100,000人係拼入咗林彪嘅四野，係啦，就幫手打國民黨啦。變咗咧東北裏面咧，點解林彪嗰啲軍隊咁好打咧？可以橫掃全國咧？原因就係有100,000個日軍係戰備精良嘅關東軍，基本上係訓練最精嘅。而且他們的武器操作是特別是最厲害的運，加上那時候蘇聯就將所有武器給中共，在東北那邊東北的武器全部給中共，所以呢中共的戰鬥力是突然間哇，本身你好像本身是那個叫做什麼第一代的 Iron Man 用自己用鐵燒出來的，突然間是變了upgrade 版啊，變咗復仇者聯盟嗰 Iron Man 咁樣，係upgrade 咗好多倍嘅嗰啲武器，係嘛？你突然間係一個即係你執曬人哋啲武器喎，最精鋭、最先進嗰啲武器。仲有操作都係，因為你知啦，八路軍裏面啲人起碼嗰啲裝甲車唔識用啦，嗰啲炮彈唔識用啦，嗰啲先進最先進咪好唔識用啦。哦，關東軍幫你搞掂，所以話幫中國完成呢個共產黨叫做消滅國民黨嘅係日本嘅關東軍同埋大日本皇軍啦，即係咁而家咪啱咯。如果係咁，即係同日本重修舊好啦。係啊，呢、這個叫做咧作係啦，重修舊好，破鏡重圓，係嘛？咁就唔得喎，咁就真係要幫頭先我講嗰啲要幫人平反喎。
係啦，因為有啲人係變咗漢奸啊嘛。喂，使唔使下一節先開始再講呢單嘢？係，咁好似講到氣慾，咁好似有少少壓情喎，因為你講。講兩三分鐘啫，我哋加時啦。下一次要講第二啲話題啦嘛。咁你快啲講下。我哋首先咧係要幫呢個叫做咧南京國民政府嘅幾個重要人物，緊要咯。刁民係啦，講講人物。要幫佢哋平反啊！原因就係咧，佢哋做嘅嘢同你而家做嘅嘢其實差唔多啫嘛。佢哋都係希望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共同共榮係嘛？希望大家和平共處，唔想要咁多戰爭打打殺殺。點解而家變成漢奸呢？係咪一個呢、這個就係、是、就係、是、呢個國民政府嘅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啊，汪精衛，又名汪兆銘啊。咁啊，汪主席咧啊，都係大仁大義啊，希望曲線救國，點知俾你哋屈成漢奸。咁啊，另外仲有陳公博係嘛，周佛海係嘛，仲有呢、這個李士群啊，李士群就聲明差啲啊，因為佢同丁默川嗰啲嗰個聲明係啦，聲明浪直啲。啊！起碼你講真啦，陳公博參加中共一大開會嘅，當時佢列席委員，佢係正常一個委員嚟嘅列席，老毛喺黑邊喺後邊寫筆記，其實都唔知有冇嘅老毛自己作話，自己係有參加過一大。唔係佢事，因為其實咧係都要一路考究嘅啦，而家都未有定。因為佢作噶嘛，有人覺得佢當時一大佢都未去。有人就係啦，最多咧，佢都係湖南代表嘅啫。當時嘅老毛啊，係啊，千祈你當時你千祈唔好以為老毛係咩特別嘅身份啊，佢好普通嘅咋。佢嗰陣時有冇資格列席一大咧？我覺得未必有嚇，即係反而陳公博就列席一大啦。啊，咁啊講翻，仲有一個周佛海啊，咁啊依啲比較嗰陣時，其實當時佢哋都算係一個好即係有名嘅人物啦。咁啊點解要落水嚇、啊、去依、這個汪精衛政府嗰度咧嚇？啊咁啊，被人打成漢奸啦！咁老實講啊，佢哋咧，我覺得咧，含冤咗幾十年，而家終於咧，由我哋嘅偉大嘅習近平幫佢哋一一平反，幫佢哋超雪，係嘛？唉，大家都係做埋同一樣嘢，係咪？咁啊，冇話分邊個高唔高尚啦，差唔多啫，係咪？沒有誰比誰更高尚。冇錯啦，大東亞共榮圈萬歲嚇，共榮共存。一起咧對抗呢個 Donald Trump 嚇，對抗呢個美帝帝國主義啊，咁啊掂曬啦嚇，中日和睦友好，咁啊第日我哋咧就啊去多兩趟東京嚇，刁笨啦，日文啊講得流利啲，係嘛？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咯，我哋下節先講其他話題啦嘛。